麦冬，我喜欢你，认真的，但我更喜欢上海，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现实。等我呢？不然呢？你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，万一我在里边时间特别长呢？因为料到你没戏，这边出来不好打车。你还能未卜先知啊？凭什么我就没戏？走吧，先吃饭。我在看心情决定要不要指点你的迷津。就不错啊，因为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奶奶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药厂我没戏？你就这么直奔主题吗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药厂是镇上的龙头企业，他们发福利也考量很多，要么先考虑扶持镇上的新产业，要么得照顾返乡创业的大学生，轮不到你们这些私营个体户。我也是返乡创业啊，你算吗？怎么不算？老大学生迷途知返，不让啊？让，但大学生得在镇上定居，你行吗？那我真做不到。先吃饭。药贴管用吗？当然，没看这两天降温，我还活蹦乱跳的。那就好，用完再给你买。不用，找着源头了，我让王希下去买了。卸磨杀驴，你可以啊。你懂什么？兴许能促成一段良缘。自己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，还管别人？谁说的？我向来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。哼，得了吧，要不是我救你于水火之中，你都被人拉去上海了。胡扯，我跟季彤那天在烤肉店就说清楚了。我快三十了，又不是什么恋爱脑的小姑娘，比谁都懂得趋利避害，我的婚恋观很现实。那些骨子里介意我残疾的男人，我能理解，但也瞧不上。因为让残疾成为问题的是他们，不是我。你是人间清醒。清醒是因为算计，算计是因为不够爱，双方都是。让成年人为爱飞蛾扑火，难。所以说，人都要面对现实。那些风花雪月、亲亲抱抱的冲动，当不了饭吃。你是不是又要给我洗脑？说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些事儿不能太当真。陈麦冬。喜欢你，认真的，但我更喜欢上海，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现实。